在正在走去大英博物馆的路上。然后伦敦的城市里会有很多街心公园，有的很漂亮，就像这种一个小小的公园。伦敦有很多像这样的地方，就是他写个牌子说谁谁谁在几几年到几几年在这里生活过。这就是大英博物馆了。这个是猫咪木乃伊 The coffin。 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木乃伊，它缠着一条一条的。这是 Shoreditch 的教堂。有很多这个伦敦东部的 barber shop 就是特别酷，他会把卖衣服，然后剪头发、刮胡子、喝咖啡，还有骑自行车都放在一起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叫 Bagel Bake 的地方吃东西。很神奇的 salty， 很神奇，腌过的，腌肉，但又是热的，所以感觉很，而且贝狗也很有嚼劲，贝狗很有嚼劲，nice。我们现在要去吃 fish and chips， 这是英国最有名的食物，对。出锅的炸鱼薯条，这是一个 hot seafood platter， 各种炸海鲜。然后这边要用这个臭醋来放在薯条上，我来帮帮你。是一个比较英式的吃法。